迷你世界中的胖大，他是一个萌宠皮肤，但是他的脸上却没有笑容。小伙伴们，你们难道不好奇胖大为什么不笑吗？众所周知，迷你世界中的胖大非常可爱，如果你喜欢他，请点一个赞。今天经过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在他的简介中并没有写胖大脸上不笑的原因，并且在他的身体特效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他行走的时候会留下熊猫脚印。在老版本中，我们发现胖大的表情异常的凝重，你们看，就像这样，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三个就是此时胖大的心情，小伙伴们发出来我们看一下。但是相反的，如果你们看兔美美的表情，就会发现比较正常。经过我和学姐长达三天三夜的研究，我们发现问题出在了她的封印标志上。小伙伴们有没有发现胖大的肚子上有一个叉？其实这就是封印的标记。你们看，同为萌宠皮肤的弥斯拉，你们可以看到弥斯拉的肚子上并没有封印标记，而这个封印标记在弥斯拉最新版本也没有出现，只有在胖大的肚子上有封印标记。所以胖大脸上没有笑容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被封印了。你们知道了吗？